还客气。哎，今天这电影看特别棒。您满意就行啊。行了，咱得回去休息吧，我走了啊，拜拜。给叔叔阿姨带好了。知道了。拜拜。哟，咋了？我是专门来找你的。找我干嘛呀？来啦。你脸怎么了？出车祸了？这像出车祸了吗？被人打的。哎，你说你都多大岁数了，你还打架？不是，好笑吗？还笑？昨天晚上我不是送你回家吗？出了你家门口，我就被人打了。你知道打我人是谁吗？谁啊？你们家邹凯。怎么回事啊？你们家邹凯昨天跟疯狗一样上来就给我打了，你看看这一晚上了还没消肿，明天我怎么上班啊？哎，高敏，你说我平时对你怎么了？你上班的时候我帮你，你说你想开这个店我也帮你，昨晚上我就觉得你孤儿寡母的，自己回家不方便，我送你回家。哈，这邹凯这就误会上了，说什么他的女人别人不能碰。嗯，自己来自己来。还说什么？我忘了。不是一杯水能解决问题吗？你到底管不管啊？说我你什么你啊？高敏，我告诉你，我只认识你，他是你老公，我跟他出现问题了，是不是应该找你？说话呀！我告诉你，你一定要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，我只给你一天时间。你要让我去找他，那我只能诉诸法律，我要让他进去。笑笑在楼上睡觉，妈陪着。你打 KK 了？你是来算账的？他是我朋友。他不是我朋友。高敏，搬回来吧。你觉得你现在做的怎么样？你还要我怎么样？那就等你想清楚之后再告诉我吧。已经决定搬回去了，嗯，就因为邹凯打了 KK 一顿，你就原谅他了？对啊，那不然呢？有什么难理解的呀？因为他嫉妒，嫉妒我。
姐，你说的太对了，我就一直觉得吧，能够表现出一个男人爱你，最好的行为就是一直在身边保护你。他可是个总裁，他放下他的面子，他的身段，他不顾形象的为了我去把 KK 揍了一顿。我现在就能想象到他那一拳里我多少的愤怒，我多少的嫉妒，还有多少对我高密的爱。别乐了，那 KK 呢？白替他挨顿揍啊？哦 KK 啊，没事儿，她是我闺蜜，她要是知道她跟宗凯打了一架，我婚姻幸福，她高兴还来不及呢。那谁王大全啊，不还为了你打了那谁吗？嗯，要问。嗯，哎，你们家阳光给你打过别的男人吗？当然。谁啊？我怎么不知道？第一次见我爸，他就把我爸给揍了。啊！做好思想准备，病情发展比想象的快，必须尽快骨髓移植。好，我带去忙了。你别这样，一定还有办法。除非找到我前妻。那就找啊。找了，一直在找。但是自从他离开以后，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。该找的地方，该问的人，我都试过了。如果能找到，早就找到了。他还能人间蒸发了呀？反正跟他最后联系的同学说，他们最后一次通话还是3年前。我还不信呢，这个世界上没有找不到的人。
钱。